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哪儿摆？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，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现在就是该追星说，对，什么呀？追星说，就是我们这个宠爱的这个接力这个视频已经完成了 ，yes。对。然后我现在要决定的就是我们最后一段副歌到底是用谁的微博？谁的微博吗？嗯，我们来石头剪刀布吧。好，来吧。对。哦，石头剪刀布，马上。石头剪刀布，再来一次。石头剪刀布，耶耶耶！嘿呦，我们再一遍，我只想给你给。能牵你的手，究竟是不是爱，到底是不是爱，我石头木头馒头葱头脑袋不够、oh、我想这就是爱，明明这就是爱，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始没够、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轻轻话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现在我要来为大家表演走楼梯。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现在也九月份了，最近呢，我也迎来了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，然后所以现在有点心情有点复杂，对。但我也在调整，然后之后我会慢慢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然后我也在准备我自己的一些作品和内容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昨天才回到重庆嘛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回到重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的补觉。我昨天8点钟就睡了，然后睡到了早上8点钟，整整12个小时啊，太爽了。然后今天也放了我一天假，然后我也很开心嘛。但是之后也会忙起来，因为这边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天气也降温了。我告诉大家，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，多吃点，千万不要感冒。你看我都已经穿长袖了。然后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大家下次再聊，拜拜。好，我是朱志新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秘密，就是我们最近在筹备一个新的舞台，不久之后就和大家见面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本人也非常期待。还有一个小惊喜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其中一个小惊喜，就是我们要来完成一个女团舞。我只能这么说，我觉得肯定比上一次做得更到位，就是更好，跳得更好，真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，要不然老师就会来杀我了。拜拜。今天朱哥教你们跳几个非常帅气的舞蹈片段。5、6、7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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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大家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？没错，我在减肥。因为我最近准备干件大事。
我的肚子好饿，可是我还要减肥。我的肚子好饿，可是我还要减肥。我的肚子好饿。大家好，我是山城少年阿志啊。然后今天刚刚完成了一件大事情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。对，然后现在也很晚了，然后今天非常热闹。对，我一个我现在在大街上，然后现在也很晚了，然后大家早休息，好好睡个觉吧，拜拜。Hello， 各位。哎，我现在才下课，然后很累。然后我今天脑子，头有点晕，可能我觉得今天我脑子有点问题。对，就脑子有点问题。然后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技。三、二、一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刚刚下课，然后准备下班了。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美丽的夜景啊，这是我们公司。对，然后大家看，这里的江水波涛汹涌，再看看那边桥，简直是车水马龙，这么多车。看到这里啊，我不禁感叹道：啊！我的家呀，就在远方，我要回家了。Hello， 各位。然后最近我有点感冒，这个冬天真的是太冷了。然后昨天才拍完综艺，然后刚刚也下了舞蹈课，然后就感觉最近还是很疲惫吧。对，然后有很多事情要做。然后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衣服，注意好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今天我要来为大家表演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就叫做用脚脱卫衣。开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可以吗？单脚脱卫衣。Yes。简简单单的，不是。2000 years later。来。你疯了。这玩意儿，来。怎么了？刚只是失误了，刚才我看见了，我看了张泽宇的表演啊，我觉得我又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穿反了。太紧了。开始啊。
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约出来一起玩，现在还差一个张俊豪，对，我们今天的计划呢，就是先去滑冰，先去滑冰，你会滑冰吗？我会，我真的会。你会滑冰？你会滑轮滑还是真冰？不是，我真的我都会，我绝对会滑冰真冰。你会滑吗？我只会滑轮滑。轮滑，那你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没事，可以的。然后我们滑完冰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去吃顿饭，然后吃完一顿饭，然后可能就是然后再看吧，再看。对，再看。然后我们还差张俊豪，随遇而安。张俊豪他张俊豪他回老家了，所以他可能要晚一个小时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了，我们去那边再等他了。我们先去。OK， 走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场内啊，然后现在。苏新浩和木子纯正在装备。好吧，我脑子超呼吸了。Hello。他们现在正在换鞋啊，然后我现在就给他们当一下解说员吧。我等会儿再去滑，然后顺便再等一下张俊豪。呼吸舒缓。这也需要呼吸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场景。好，现在是溜冰。然后现在他们正在找呼吸。我有点怀疑这是护肘还是呼吸啊？哎呀，不用呼吸，我们这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个男人就不要再呼吸了，直接上。哎呀，真的是！你看别人好生猛，直接。你看别人好猛，我们在怕什么？我们在学什么？男人拿出男人的气概。对。然后等我们换一下装备啊！哎，他们现在已经换好了装备，准备开始了。哎呦，来呀来！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他们俩正在滑。木子纯好搞笑啊！大家看到现在的苏新浩啊，真的是很快啊，应该是学过的吧，苏哥。他们跑得太快了。我给大家找到最好的位置。哎，跑了几圈，来说一下什么感受？跑了一圈之后，什么感受？说一下，跑了一圈之后，脚有点酸。来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行啊，苏俊浩，哎呀，苏俊浩就这样，不行啊你。张俊豪还没到，我还以为这两个人滑得多厉害。你看苏志浩
撑的，我撑的。你真的不会滑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人苏小已经溜完一圈了。依然。再见。你这上。摔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小问题。小问题，你先休息会儿吧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优美的姿态，这魔鬼的步伐。我刚摔了一跤，你也摔了。绝对可以。好，来吧，你慢点，我扶着你。我有感觉了，看见没？可以，现在你已经达到一种初学的状态，还没达到你的顶峰，你的巅峰，让我见见你的巅峰时期。不是。欺负早上啊他啥
我去前面带。对呀。只有在跳舞。我也想出来了。啊，你们真是啊！你们太逊了。啊！现在呢，我可以千辛万苦终于。太不容易了，等了太久了。今天这个呢，是我们出的纸。什么？我请？哎呀！好。哎，我们当时过来的时候是排多少号？96。96。好吃吗？不是好吃。我们进来闻到那个火锅味。啊，对，那个哇。现在最后一个项目，啊，这里面没有一个大胆的。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项目就是玩密室，对，我们要单独自己去，我们四个人去玩游戏，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。我们是玩着玩着，突然就变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，怕吗？我怕，就你最怕还是我？我绝对不怕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好，好，走吧。看完了，然后有点困，然后现在也挺晚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准备回家，然后下次有机会再来。啊，这个电影还行，对，你们觉得呢？刺激又搞笑。苏哥，你觉得呢？主要是觉得他放的那个特吧，加特林那个，对，本来以为是恐怖的，这个还有预测是什么？但是感觉很幽默。对，我觉得很幽默。什么狼火？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好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。拜拜。刚刚上车了，对，然后现在在车上。今天也很开心吧，然后能和大家一起玩，然后希望下次也有机会能再和大家一起玩。对，然后时间也不早了，拜拜。开始吗？还好。哎，可能是有点精疲力尽吧。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然后中间有吃饭，就中午12点到1点吃饭，然后休息，吃饭加休息。一个小时，然后晚上也是休息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上课，就每天都超越极限，
这个问题怎么说呢？有点难说。其实差不多算是这种人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其实还好吧。因为我跟老师说我要训练嘛，所以作业这块还是可以体谅一下。哎，今天也是忙碌的一天，然后我才刚刚下了课，非常的频繁这一天。但是呢，我要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上一周我们才完成了一个新的作品，然后这个作品我相信在大家看到之后会有些熟悉，但是又不那么熟悉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两个我以前说过的那个礼物吧，然后有两个礼物，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，我学东西比较慢，然后所以呢，对，快了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哎，然后我们最近也开学了嘛，然后其实因为我们上一周开学，然后刚我们上一周又在拍东西，所以那一周没怎么上学，对，然后作业。作业挺难的，然后这么晚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然后很久没有发微博了，然后因为就是有很多事情嘛，但是这些事情呢，就是大家现在可能不知道。但是大家会慢慢的就知道了，对，然后这个先保密嘛。然后就是就在刚才，我现在很放松，然后刚才就是经历一件事情，对，然后当时要开始的时候，然后然后就心跳加快，全身乏力，然后感觉就是就很紧张，对，然后但其实当你开始的时候，你开始去做的时候，然后你到那个点了，你爆发出来，然后对，然后所以就现在就感觉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轻松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感觉这种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就是起伏不断，对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。然后我要去吃饭，晚上还有事情，然后下次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好的事情或者开心的事情，我也跟大家分享的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为大家爆两个猛料。第一个，苏新浩非常的热爱跳，传闻有一个晚上他在那儿扒我，扒到很晚很晚，于是他就看不清楚手机里面的人，还有他们的动作，还有队形，他非常的慌张，于是立刻起身去泡了一杯咖啡，泡完之后直接来了一口，马上充满了活力，又跳了一个小时。第二个聊左航，他其实是个斜眼，大家可以通过刚刚他微博发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得出来，虽然他好像是目视前方，但其实他是看着手机镜头的。以上两个料都是小道消息，江湖传闻，真实性有待商榷。
拜拜。今天睡了个懒觉，就是睡完觉起来发现，就是姜老师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在那个评论下面，对，然后就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很奇妙，就是也是非常开心。最近呢，我也是练习了一些技巧，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。看见外套没？看见我外套了吗？啊，我没拿。你应该在睡眠教室里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上午上的不是那个课吗？我找了，走了呀，回家了呀，回家。带我出去听课，戴上耳机回家。爸，你们走不走啊？你们啊，走不走？这么晚了、啊，你们到底干嘛？都十一点，马上十一点钟，他们不休息吗？丁云山，快走！最近又长痘了，算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刚刚下完课，然后现在很晚了。最近呢，我有一个十分苦恼的问题，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头发都很奇怪。比如这样，然后今天下午我仔细的想了想，发现原来是我晚上就是洗完澡之后吹头发的时候没有吹干，然后因为我茂密的头发又没吹干，所以早上起来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大家不好意思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吹干头发再睡觉，不要像我这样每天都顶着一个鸡窝头。拜拜。大家好，然后我最近才发了两个福利，一个是你和 Move， 然后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然后我刚又看到我的微博突破了200万了，然后真的十分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也会继续努力的，然后我也会准备新的礼物送给大家，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留言，然后我会看的，对，然后十分感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秘密。我们公司呢，练习生是不能进入办公区域的，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，我还不小心瞟到了，我好像是我一个表，然后写的密密麻麻的，应该是我们的计划表，对，然后突然有四个工作人员就把我扛出去了，然后扛出去之后呢，我的朋友们就来问我有没有看清楚什么，然后有什么安排，然后我思考了很久很久，我盲猜，
二分之一都是我们的考试安排。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会和大家见面的，但是我也不能说多了，要不然工作人员又会把我扛走了。我在休息，没有，没放假。我们都初三了，对。其实我每天都是儿童节。没有毕业啊？哦哦，对，毕业，因为好像前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参加了毕业典礼，感觉还好。我全都跑了，感觉还好。就感觉老了，老了呀，老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就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幼稚。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！